豆食うねん。豆はそこ座っとってクラクションを鳴らし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クラクション鳴らしに行って。爬过来练习按这个，你可以过来。你现在被关起来了，没有人在里面，怎么办？那你按这个，这个你爬过来，直接爬过来没关系。移动して。这里，这个，你看，你先过来自己的地方，你先过来自己的地方。誰も助けてくれへん、一人の設定やから、豆。现在这边关起来了，如果你被关在里面，怎么办？靴履いたままでもいい。鳴らされへんな、あなたの手からでは。站起来嘞，站起来。立てみ。立ち。立ちして。はい。用力。頑張れ。えい、えい。下面一点。お、出た。关门，关门。よし、じゃあ次。豆、豆。豆。おいで。うん、こっちおいで。ポポみたいに。うん。何？恥ずかしい？多分そうやんな。おいで。お姉さんおるから。恥ずかしい。あ、メオル、メオル。マメ？これは任務やからあのお姉さん来てくれてんねん。うん、任務え。そう。わかる？消防士任務。普段はしたあかんことやねんけど、うん、緊急事態の時にするせなあかんことやから練習する時間やで今。わかる？ポリ。ポリ。うん、ホップやっていいよ。反正試試看。おお。マメは？やって。もうお姉さん帰っちゃったらもうできひんね。うん。緊急事態だときマメはもう一人やったら死んじゃう。そういうこと？うん。ポポ鳴らせんな。難しいな。頑張れ、頑張れ。いけた。マメ。マメやっとき。マメ加油。一次。やっときやっとき。何でもいいよ。好きにしたらいい。うん。どこで？どこでもいいって自分が楽なところ。对，有对有一个那个喇叭的图案，有没有？试试看。对，那里按下去，两手。你试试看，坐着啊，站着，站着也可以。ポポ先行こう。マメ。マメ。おお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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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なんでよ、びっくりした。你要穿哪个？这个哦。哦。可以去外面的修复下哎。修复下，哪里去？走。哦，波波修波侠，波波修波西，这也可以做。可以呢。哈哈哈！可爱。ハンドル。妈妈要亲你。你要穿吗？不要。哇！这里推桌三的。真的，这边后面还有冷气耶！我现在这里是后座，后座这边有这种冷气孔哎，然后这边一个电灯，消防车。我这边是后座，好酷哦！那里有什么东西？那边可以坐两个人吗？三个人，三个人，真的哎，这车前面坐三个人哎，好棒哦！你也要来后面吗？你们坐后面啊。
你们坐在后面的耶，好厉害哟、哦、！Phoenix Rescue， 哪个好きな？微微吗？救护车也喜欢，哪一个也喜欢？你也喜欢这个、哦？那个也喜欢。那个妈美的、哦。这个。是啊、哦。有啊，有碰不响吗？那个是吗？不是哦，是吗？是哦。嗯。我们刚刚去了防灾中心，跟他借了场地，请他让我们练习按喇叭。今年的夏天呢，日本发生很多小朋友被忘记，然后关在车子里，关在幼稚园巴士里，然后发生一些悲剧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要让他们两个去练习按喇叭，因为不知道在哪里练习好。如果在家里附近，感觉会吵到别人，所以我们就想很久。那哎。在防灾中心应该可以吧，所以我们刚刚去了防灾中心之后，我就去问柜台可不可以让我们在那边练习。他是说他们平常不会这样做，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求，所以他就派了一个消防员跟在我们旁边陪我们练习一下，大概五分钟左右，他还说也不能太久的时间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让他们练习一下按喇叭，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。今年呢发生了应该有三个上新闻的，第一个是小朋友的爸爸要把他送去保育园，结果忘记了，就放在车上，一直到下班之后才发现，结果小孩子就死掉。另外一个忘记在哪里了，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坐幼稚园巴士，结果幼稚园巴士停车到幼稚园之后，有一个小孩他最后没有下车，结果活活的被热死在里面，他连水都喝完了，结果他还是没有办法出来，过了五个小时之后才发现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冲绳吧，是一个小学的小孩子，他是自己坐巴士坐公车，结果他也被关在里面，可能是睡着还是怎样，但是因为他已经小学，他有去按喇叭，但是没有人发现，他最后就是破窗自己开窗户呢出去，这样还算好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这样练习，希望啦，希望不要再有这种悲剧发生。那我们就是练习一下，结果没想到，可能因为有一个消防员在吧，小猫呢又想睡觉，然后又觉得消防员在他会害羞什么的，就不太敢用，不太敢做。那弟弟就傻傻的，还没有进入状况，所以他就逼了两三下，应该有练习到就好了。下次呢，有机会到那种山上啊，没有人的地方，我们再去让他们两个练习一下按这个喇叭。我觉得这很重要，这真的非常重要。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们忘记，不能说我们绝对不会忘记，因为我看过很多新闻，他都是觉得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。但是有时候爸爸妈妈照顾小孩真的太累，然后又要工作，有时候真的会忘记。所以呢，这种话可能比较需要避免。那如果是幼稚园巴士，我觉得真的不可以原谅，就是太可怕了。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去给他们练习，在那个防灾中心，防灾中心他们很棒，超多消防车可以给他们看。那他们就累了，继续睡觉吧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先把影片看到最后，非常感谢你，拜拜。いろんな種類があるんだな。
的狗，打闹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他在吃着肉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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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